爸爸做的早餐是不是？是。很丰盛哦。我喜欢火龙果，喜欢水蒸，喜欢煎蛋。你都喜欢呀？是。我要。等一会儿，爸爸来了，一起吃。啊。老公，辛苦啦。啊我们一个幸福的小家庭，对不对？煮个早餐嘛。还含蓄上了。这什么火龙果太难吃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？没法。妈妈，来评价一下爸爸做的早餐怎么样？儿子们，来吃早餐了。爸爸在吃了，好好吃。小易，爸爸做的早餐好不好吃？老公，你做的早餐好不好吃？这是鸡蛋、菠菜、面粉做的。可以呀、啊，爸爸，你这是怎么做的吗？爸爸煎的，爸爸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啊！他爸爸带着两个小家伙出来玩喽。今天是周末，看着爸爸走不动道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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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不喜欢这个？喜欢。要不要买吧？要。啊？要。钱够不够？你看一下多少钱。我觉得那么贵，我怎么买不了呢？不买了啊？你昨天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才80多块，想买？这个499。这个要499。老板，喜欢不？喜欢。嗯。喜欢。喜欢，下次你给妈妈多出去摆几次摊哈。这个要拼的，这个有2000多颗。他拼不起了，现在拼不起来。媳妇儿，小满终于对钱有感觉了，以前看了什么都要买，现在他要买之前摸一下自己的包包了，因为他现在他知道他那个钱来之不易啊。是的啊，对不对小满？嗯啊，就是如果你想特别想要的东西，你可以存钱啊，存起来买，是吧？这个叫什么呢？延迟满足感。小满自己挣钱他就知道省着花，看了这么久都没下手，他就知道去看价格哈、他知道看他要什么我们买什么，媳妇儿是不对的，他会看自己我身上还有多少钱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我俩是吃不对的，对，他们要哈这么久买哈是吃不对的，是不？而且买回去也不珍惜。爸爸说，爸爸要买这个，爸爸我要买这个，但钱不够。这个你不是不够，你是差的有点多，你只有85块钱，这个199。买不了，下次可以给妈妈多出去摆几次摊。对啊，你多挣点钱，你存着钱，下次你把钱存够了，你特别喜欢，你就把钱存够，下次来买。好。今天带小满去逛了一天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对金钱有概念了，他看了好多自己喜欢的玩具，然后好贵啊，这个钱不够，然后都舍不得买。以前去逛超市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是吧？啊，那小时候将就他买啊。这是错误的，所以说这个教育娃呢，你还是要按照我的思路来。啊，也许是吧？啊，过几天再来继续赚钱啊，多赚一点呢，然后他把他那个他喜欢的玩具再来买回来。对，这样子他就更有成就感了。你没有钱啊？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带你赚钱去。这个和小孩一起啊，陪伴然后教育他们，我现在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来吧，来吧，还是比较合格噻。还行。加油！